就是我们拿的时候呢，好，我们拿的时候，我们用食指跟拇指，哎、欸，啪啊！现在重新开始了，然后再讲一次，要不要 NG 了？对 ，NG 了，再一次，我们好，就是好，叫我们第一个动作就是我们食指跟拇指把它包住，那这两个把它扣住，好，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完成之后呢，就是我们这两根手指头，它已经可以控制我们的鼓棒去做敲奏的动作。然后剩下我们这后面的三个手指头就把它做包覆，这样。所以也就是说，我们鼓棒在拿的时候呢，它会有前面主控，后面副控。所以我前面拿着，后面放松，鼓棒不会掉；我后面握着，前面放松，我鼓棒也不会掉。所以我有两个位置去把它包覆，这样子。OK， 那再来呢？你拿了它，我们在打鼓的时候，因为甩动，哦，它会有幅度高低的问题。OK， 所以在这上面我们是可以去做微调，哦，可以做微调这样子。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挥棒的时候呢，好，我们要手背朝上，然后我们用手腕，好，用手腕去做挥棒的动作，就敲击，对，就这么简单，打死他。好，哦，没有了，然后敲击。所以有两只手一样的姿势，就对称式的方式。大的力道，打出大的力道，并且维持它的续航力。
画面，然后我又可以同时16分音符节拍。